范家务3月31号的微蓝运动 Studio， 我是王华君，我是王姿瑜，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山本优生精彩好投，5局5K 领十分，无奈牛棚放火，大谷手感冷冰，道奇饮恨落败。中职表定三地开打，无奈新庄阴雨顺延，龙象大巨蛋准时登场，不受台北暴雨影响。挥别2连败，塞尔提克全员皆兵，高压防守锁死大嘴鸟，绿衫军快意抢胜。美国职棒大联盟洋基跟太空人的比赛，洋基的 Showman 投出6局的优质先发，也帮球队抢下开季的3连胜。好，另外同样是美联东区，光芒跟蓝鸟的比赛却是爆发了板凳清空的冲突，跟着接下来的新闻一起了解。洋基跟太空人3连战系列赛，条文君展现凶猛火力，连续3战横扫太古达人。向纳3连胜那新赛季有好的开局，其中2位新同学在第3战的表现功不可没，分别是缴出6局优质先发的 Marcus Stroman， 还有少年强打广搜透，扛出个人转队之后的第1支垂打。It's been pretty nice, it's been pretty fun. Always win a game is always fun. You know, it's tough to win a game in the big leagues and win it the way we've been winning these games is incredible. Yeah, I felt pretty good. I just felt like it was a good spring I had. Progression kind of building up, getting to where I needed to be. And I felt like I made pitches when I needed to and guys made plays when they needed to behind me. And then obviously timely hitting from the boys was pretty incredible. 洋基为赛季抢下开门红，至于他们的世仇红袜就没有那么好过了。面对世仇的比赛，尽管自己强打几天正上，连续3场比赛敲安，但球队还是打得很辛苦，一路鏖战到了延长赛，最后被虎力 Rodriguez 扫出再见安打，都成大军3-4一分之差，饮恨落败，苦吞2连败。另外，同样关心美联东区战况，光芒跟蓝鸟的统一内战有大场面的发生。7局下半 ，Jose Caballero 成功的短棒触及战术，迫使蓝鸟发生守备失误。然而，就在 Caballero 抢占3垒时被触杀出局，就在当下跟补位的 Yanises Cabrera 发生口角冲突 ，Cabrera 还推了对方一把，双方一度板凳清空。I would say it was more like the heat of the moment, kind of overreact a little bit. He kind of looked at me and I just react. Like I say, emotio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it's part of the game sometimes. But it's over. It's what it ends right there. 这场比赛除了火爆场面之外，也要关心一下亚洲选手。蓝鸟日籍投手巨石雄心迈入大联盟生涯的第6个赛季，感觉还在调整状态当中。巨战先发4.1局掉了3分，最后蓝鸟1-5输球，巨石也承担败投。开季跟光芒的系列赛还剩下1场的情况之下，势必希望能够抢下胜利，摆脱2连败低潮。外语台综合报道。That pitch is drilled right center field at the wall. There's no bringing that one back. Blew it by him. One out in this strike three. That's the kind of thrill they came to see. And that's a win for LA.好，道奇跟红雀的比赛，山本优生5局没有失分，表现相当不错。可惜牛棚没有 hold 住，最后道奇在延长赛吞下败仗。另一边，教士跟巨人的比赛也要关心亚洲选手，韩国强打风之孙李正厚，夯出个人在大联盟的第1支垂打，最后巨人9-6开心赢球。美国职棒大联盟道奇跟红雀的比赛，日籍强投山本优生先发登板，挥别先前在首尔赛1局合爆5分的阴霾，他一开局就大展 K 功，包含红雀银棒奖球星 Paul Goldschmidt 在内，1连3张老 K 完美压制。这场比赛他主投5局5次3振，只被敲出2支安打，没有失分。加上5局下半，达贤支援蓝帽军团攻下2分，建立起2-0领先。
让山本取得胜投候选人的身份，却没有想到就在他下场之后，自家牛棚上来放货，就以凯里七局登板，一上来就是保送外加触身球，让红雀有得分的大好机会。Alec Burleson 敲出安打将比数扳平，红雀这个半局总计十个人次串联灌进五分，逆转战局。然而就在主场变成一座图书馆时，他们的救世主出现了，就是 Mookie Betts。九局下半逮中这一季95.4英里的速球，一棒将小白球夯出左外野方向的全打大墙，连续四场比赛炸裂，缔造个人的生涯新纪录。这场比赛4-3猛打赏，带动道奇这个半局将比数扳成5-5平手，进入延长赛。然而十局上半，红雀先攻突破僵局，是他们成功策动战术，用内野滚地球，野手选择将 Victor Scar 二世送回家，取得超前分。十局下半，道奇尽管取得满垒的大好机会，但关键时刻上场打击的大谷，在两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敲出内野上空的高飞球，遭到截杀出局。这场比赛欧塔尼上只有一支安打的表现，最后道奇5-6一分之差落败，让山本的先发好投留下遗憾。虽然山本游伸的精彩先发没有好的结果，但再怎么惨也比不过同为日籍强投的学长前田健太。转战老虎第一场例行赛，先发面对白袜，表现却是不尽理想。第一局就被 Louis Robert Jr. 轰了一发两分炮，之后二局下半继续被暴打。Brandon Schumann 锁定这一季80.3英里滑球，一棒轰出右翼方向的阳春垂打。然而前田的噩梦还没有完，之后三局下半又是 Robert Jr. 还是扛着大炮上场，再轰出一发两分打点的红不让。这场比赛他主投3.1局，被超了7支安打，其中包含3轰，掉6分，通通都是自责分。新东家首战大大失利，但好在新队友们倒是很给力。首先5局上，在球队4-6落后的情况之下， Mark Kenha 敲出全垒打帮助老虎追分， Riley Green 也加入开炮行列，中外野方向的阳春炮炸裂，加上之后 Carson Kelly 敲出带有一分打点的安打，老虎扳平战局。来到延长赛，实际上又是他 Kelly 二垒有人的情况之下，一霸扫穿中间防线，再带回一分。这场比赛他有3安猛打赏的表现，加上十局下老虎的 Shelby Miller 稳守城，最后7-6有惊无险带走胜利。最后关心教室跟巨人的比赛，旧金山派出 Jordan Hicks 先发登板，交出5局6K 没有失分的好投，有效压制这场打线不利支援，巨人在5局打完取得3-0领先。虽然在他下场之后的6局下半马上被教室逮到机会破蛋，但巨人的火力真的没在客气，8局上半攻势再起。首先要看到韩国强打风之孙李正厚狠狠咬中77.8迈曲球，大棒一挥，小白球直接飞出右边方向的全垒打墙，个人在大联盟的第一轰正式出炉。这场比赛4-1贡献了2分打点的表现，让团队在这个半局海关6分，取得9-1的大幅领先。原本以为胜负已定，却没想到9局下半巨人牛棚却上演了小剧场。Eric Miller 先挨了一发2分炮就被换下场，之后上来的 Camilo Dobo 也没有比较好，上来就是一次保送，接着遭到 Grant Pauly 狙击继续掉分，但好在之后 Dobo 终于回稳，连续抓到2个出局数守住局面，最后巨人是以9-6抢下胜利。外体育台综合报道。好，讨论一下山本从先前在韩国被打爆的阴霾呢，这阵是回稳投出了好表现，也说很享受在主场投球的感觉。好，至于大谷翔平今天有机会一棒当英雄，但却没办法建功。另外从开机到现在全垒打都还没有出炉，欧塔尼桑也坦言还需要一点调整时间。顶尖球星果然就是顶尖球星，先前海外赛在韩国被教室狠狠打爆，只投一局就狂掉5分，根本被当作游击一样吃干抹净的山本游伸，调整过后再次登板就马上找回状态。今天对战红雀，缴出5局5失分、5-4死球、5K 的漂亮好投，防御率也从核爆级的45.00下降到7.50，自己的感觉也是好极了。前回は、すごく悪いピッチングだったので、そこからしっかり落ち着いて。立て直せたのと、いい感覚は徐々に出てきてたので、自信を持って今日マウンドに上がりました。歓声も、やはりすごいですし、すごく、気持ちよくピッチングできましたの、安心、できるところもありましたし、次はもっともっと、いいピッチングできるように、また引き続き練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思うんですけど、僕は結構前なので忘れちゃいましたけど、マウンドもボールも違いますし、もちろん対戦相手も違うので、そこら辺の違いもあるとは思いますし、私生活も全然違うので、そこら辺の難しさもあるとは思いますけど、今日は素晴らしいピッチングだったなと思います。
山本缴出精彩好投，但很可惜，因为牛棚没办法守城，蓝帽大军是打到延长赛吞下败仗。十局下最后反击机会，大谷翔平有大好机会一棒带走胜利，却没想到是飞球出局收场。包括今天五支一在内，开季至今25打席，缴出7支安打，打击率2.73。全垒打还没出炉，整体挥棒的时机是有些走样。どうですかね。まあ見え方自体は悪くないですけど、タイミングと距離の問題かなという感じですかね。まあまずは同点だと思うので、まあフォアボールでもいいですし、まあシングルでもいいですし、そういう形でもいいので、まずは同点にしてまずつなぐことがまあ大事でしたけど、まあ最後も、まあ自分の中では取られたつもりでしたけど、まあ僕ぐらいになってるので、そこら辺も、やっぱまさっきの話でタイミングと距離の違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说真的是不太需要担心大谷啦，一开始就说了，顶尖球星自然会有调整的方法。况且星光熠熠的蓝帽打线还是很恐怖，尤其 Mookie Betts 已经连续4场比赛开轰，敲下了10分打点，货真价实的超级核弹头。Otani 大可以慢慢调整，完全不用着急。外电台丁毅、林志儒综合报道。好，洛基跟响尾蛇的比赛 ，Corbin Carroll 单场双安，而蛇军在前面4局3-2领先。不过洛基大线在5局上完全苏醒，单局灌进5分，奠定胜机，中场就以9-4踢馆成功。科罗拉多洛基对决亚利桑那响尾蛇，蛇蛇一局下半展示机关枪打线 ，Corbin Carroll 在一垒有人的情况之下敲出内野滚地球，却是利用速度优势硬是跑出一支内野安打。第三棒的 Lourdes Gurriel Jr. 也没有错过进账打点的机会，把偏低球路带到中右外野落地形成二垒安打，也送回球队的第一分。响尾蛇后续再靠着滚地球护送卡仔回到本垒，开赛享有2-0的领先优势，只不过蛇蛇是机关枪打线，那么山脉军团就是重炮部队。Isquiel Tovar 在下个半局毫不啰嗦，逮中偏高速球，一棒扛出左外野大墙，不用追也不用看喽，402英尺的2分炮带领洛基追平比数。来到4局下半，响尾蛇新同学 Eugenio Suarez 挺身而出，因为他也送上左半边的阳春炮，本季首攻出炉，响尾蛇再度要回1分领先。然而洛基的反击总是来得又快又狠，在5局上半展开猛攻 ，Charlie Blackman 在得点圈有人的时候补上2分打点的二垒安打，不止率领球队逆转，也把响尾蛇投手 Tommy Henry 打退场。点燃攻势的洛基在换头之后依然不罢休 ，Nolan Jones 把学长的长打复制贴上，更是一口气跑上三垒。洛基单局串联3支安打、3记保送，还有一支高飞牺牲打，吞下5分大局，而且这样还没有完，洛基打者要跟大家证明，我们下山之后还是很会打。Brenton Doyle 在8局上半炸裂2分炮，猛丢啦，又是左外野。今天坐在左外野的球迷一共接了4颗全垒打球。洛基再埋进2分保险，即使先发投手 Austin Gomber 投了4.2局丢掉4分，但是5名后援投手加起来1分都没有掉。中场洛基9-4踢馆成功，在客场收下本季首胜。Corbin Carroll 单场3打数2支安打，选到2次保送，打击率正好来到30%。我来体育台综合报道。休息一下，等等来看大巨蛋登场的龙象大战。
迎回到节目现场，来看魏全龙跟中信兄弟在大巨蛋的比赛。二局下半，龙队靠着陈品杰的安打先取得点，不过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好，五局曾宗恩敲出全打扳平，到了七八两局，还有王威成跟陈俊秀的安打串联，就中信兄弟以3-2击败魏全。中华职棒开季第二天，魏全龙持续在台北大巨蛋作战，要强碰中信兄弟。职棒传统好戏向龙对决，吸引20,158名球迷进场。卫冕军派出龙王王维忠挂帅先发，一局上干净利落，赏给兄弟3上3下。而黄山军则右洋头猛登应战，首局同样没有失分，还送出2次3振。只不过来到二局下就没那么顺利了，先被郭彦文打出游击方向刁钻的滚地球，蒋坤宇只能勉强拦下，形成内野安打。接着刘世豪安打串联，陈品杰则是一棒打穿中线，让超级喜欢把握良机，快马加鞭，连两天都为龙队跑回第一分，魏全1-0领先。然而五局上半战况出现转变，面对王维忠一颗石头球，兄弟这战的第六棒曾宗恩狠狠咬中，把小白球送上左外野看台。这发阳春炮是中华职棒在大巨蛋举办例行赛的历史性第一支全垒打，余柱除了让自己名留青史之外，也帮助兄弟顺利以1-1扳平。哀轰的王维忠赛季初登板，头五局11分，表现还可以，就看打线是否力挺。然而串联更到位的却依旧是中信这边，六局上猛向打线，两位主力打者王维成跟陈俊秀分别敲出个人的赛季首支安打，帮助兄弟制造出一人出局就攻占2-3垒的得分好机会。一号重炮陈子豪展现基本功，挥出中外野高飞牺牲打，让兄弟2-1超前比数，并且先发羊头猛登持续压制力，从五局开始连续解决龙队七名打者，这战投七局只被敲4支安打丢1分，飙出8K 并只有1次保送，带动中信持续领先。八局上则又是队长王威成建功，敲完上垒后抓准龙队左投刘玉元的投球动作，起跑时机绝佳，就算投手有所发觉也是为时已晚。然后陈俊秀再补上声援2垒安打，加盟兄弟首分打点也出炉，帮助黄山军再添保险分，来到3-1领先。只是八局下第二任投手艾斯特却开巨长，解决一个人后连丢2次保送，又被敲安打，形成满垒危机。兄弟紧急换上谢荣豪顶替，但却又出现爆头，龙队追到2-3，仅仅1分落后。幸好后续让刘继宏、郭彦文接连飞球出局，可说是有惊无险。九局下，黄山军推出新任守护神吴俊伟关门，然而小黑在两出局后却挨了陈平接一支2垒安打，面对张振宇一棒又被打得扎实，眼看就要落地把比分追平，中外野手岳振华却使出浑身解数，飞扑完成接杀出局，中场兄弟就靠着这戏剧性的一球，以3-2抢下赛季首场胜利。未来体育台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同一师交手富邦悍将，南霸天打线第一局就灌进了4分，是充分给予自家王牌古林瑞阳火力支援。好，古林今天5局9K 没有失分，更重要是打线全场敲了19支的安打，就南霸天是9-0完封赢球。中华职棒35年的第一个周末，虽然新庄棒球场的原因大战因为雨势过大而延赛，三地开打的荣景还要再等等，幸好南台湾天气晴朗。同一师主场开幕战交手富邦悍将，赛前找来传奇洋将贺亮德，还有退役球员吴家荣，共同举行背号14号的传承仪式。大学长跨海相挺，也为狮子军带来好彩头。本土王牌古林瑞阳开局大展 K 功，无论是变化球还是快速直球，都能控到精准的位置，让富邦打者一筹莫展。李宗贤、王胜伟还有范国成，统统领到3振出局。南霸天在一局下半点燃攻势，担任第一棒的林家维扫出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后续靠着推进站上2垒。四爷陈杰宪也没有再客气，同样打穿2游防线，带领统一首开纪录，也开启球队的进攻开关。陈冲廷、黄永传接连敲出安打，统一师单局串联4支安打，2记保送，一口气灌进4分大局。来到3局下半，又是统一敲出2支安打，攻占13垒。前面扫回2分打点的黄永传再度建功，用一记高飞牺牲打追加球队的第5分。除了投球打击，狮队的守备也是固若金汤。
陈杰宪在四局上半上演五星级的肥扑美技，没收范国成的强劲飞球。反观富邦还发生跑垒瑕疵，王正堂在回垒的时候漏踩二垒垒包，让统一毫不费力抓到出局数。看见队友大力相挺，辅成金孙也是火球连发。古林瑞阳主投五局狂飙九次三振，没有失分，近乎完美的投球表现也为南霸天稳固领先。富邦悍将久攻不下，地主统一师投打手皆有发挥，主导着比赛节奏。先发九人统统敲安，全场狂扫十九支安打，在基数的一、三、五、七局都有分数入袋。最终是统一9-0完封富邦，笑纳开季首胜。我来体育台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到中职的热门话题，台钢雄鹰的叶宝帝，因为应援曲的关系变得家喻户晓，一起来听听他有什么想法。即将开打的中华职棒台钢雄鹰外野手叶宝帝在休赛期间因为应援曲而变得家喻户晓，上周末他因为触身球伤退也造成球迷们的讨论，春训至今调整他自认有越来越好，最后他谈起应援曲的爆红，自己也有一番看法。前还算可以，就是稍微的疼痛感，不过还能正常比赛。对，对，不会影响。从春训到现在有越来越好了，只不过我觉得差在击球状况都还不错，只是差在于运气吧，就是运气可能稍一点不太好，这样是蛮开心的，因为能被大家看到，然后也认识到我，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对吧？慢慢的让球迷们了解我的经历，这样子我觉得也还不错。面对网友们开玩笑叫他要多选球多缠斗才能为球迷们多谋福利，对此他也给出回应，认为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另外他还说到，新赛季若拿下单场 MVP 一定会跳应援给大家看，还是照以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因为不可能现在职业其实投手都很强，如果你还是一直等的话，对于我来说也比较不好做攻击，以成绩方面的话也会有点落差吧。拿到那个再拿到 MVP 再跳给你们看，比他们性感那种。从自行培训球员到台钢签下正式合约，保胜大帝也有提到，他目前最紧张的一场赛事就是斗六全场呐喊他的名字，这也反映出这位年轻选手还在适应这突如其来的爆红。我来体育台采访报道。休息一下，等等来看希腊怪胎率队赢球。
完将今晚的 NBA Today 来看公路跟老鹰的比赛，老鹰的 Bogdanovic 攻下全场最高的38分，但是对面阵营更厉害。没错，公路这边的 Giannis 36分16篮板8助攻，搭配 Chris Middleton 21分6篮板6助攻，一样是全能表现，也带领公路9分之差抢下胜利。公路客场踢馆老鹰，单看战绩是东区第二，对上东区第十有不小的落差，但别忘了老鹰近况相当火烫，赛前处于4连胜，还两度打败了联盟龙头塞尔提克。果然开赛 Dejounte Murray 就打得相当强势，他第一节就有11分进账，全场20分12助攻的亮眼发挥。但公路这里火力更凶，对面离了告假的情况下， Chris Middleton 是跳出来顶上火力，第一节分数拿得比 Murray 还多，硬是砍了12分，帮助公路取得33-28的领先。来到第二节，就连 Bobby Portis 都加入得分行列，更别忘了当家球星 Giannis Antetokounmpo。包含着转身进算加罚在内， Giannis 前两节就拿了15分10篮板的 double double， 帮助公路取得59-45的领先。来到下半场，鹿群持续狂奔， Middleton 这场21分6篮板6助攻的全能表现，至于 Giannis 更是想挡都挡不住，第一位转身后仰跳投都能投进了，把希腊怪胎的体能天赋展现出来更是没有问题。这个超帅暴扣给他扣下去，帮助公路全场最多领先来到21分。但这可没有就此把老鹰打趴，决胜第四节他们有人跳了出来， Bogdan Bogdanovic 瞄准镜带起来，近切当然没问题，远投他更是擅长，单节3记3分球，一个人就砍了17分，全场38分10篮板的火力放送。这个传球直到 Clint Capella 更是让全场嗨翻，分数也追到剩下个位数差距。但你知我知，大家都知，对上公路挡不住这个人就是没辙。而 Giannis 这场真的让老鹰没辙，36分16篮板8助攻，稳住公路的领先优势。加上 Patrick Beverley 还有 Malik Beasley 都能适时提供外线火力，公路最终还是甩开老鹰纠缠，122-113抢下胜利。Quick hands by Chris Middleton, forcing the turnover. Giannis straight down the lane. Hello, Atlanta. Young Chris Middleton finding Giannis. Turns, takes the contact. You can sublime. Quick spin off of contact and the cheer about tonight. What should this thing will be sustained? Lob play to start the second half. Plays now. Here comes Giannis picking up the loose ball. Giannis straight away. Time for a defensive play of the game brought to you by Michelob Ultra. And 14-10 points off 7-2-1. This is the latest. Yeah, that was it. You see AJ Green and Jay Crowder. Giannis all the way up. Ryan Price defending at the rim and has no chance. Giannis has got an angle. He's going to set up with a hook. Get in. He's got Giannis. How about another? 6 dunks on the night. And that's what Wesley Matthews, a good defender. Giannis beats Wesley, and he's got an and one. He just doesn't have the one just the girth down low. 好，字母哥这场36分16篮板的双十表现，但赛后更多讨论是在队友身上。没错，因为公路这场比赛有其他球员轮流跳出来，合力帮助球队终止连败。一起来听他们的赛后访问。赛前苦吞2连败的密尔瓦基公路，踢馆近况火烫的亚特兰大老鹰，当家控卫 Damian Lillard 又没有上场，正着看反着看似乎都不太妙。但是公路不愧是总冠军等级的强队，发挥全员皆兵的火力输出，整体命中率突破5×5，先不说，还有6名球员得分上双，而且最重要的是，本季寻寻觅觅的第三得分点，好像终于得到解答。Just wanted to come out aggressive. I was able to get to my spots, with good balance. So I had to let it go, and I felt great. The shots that I hit felt great, so I wanted to keep being aggressive. I just had to do a better job of keeping those guys off the line. We knew coming to the game they were going to shoot a lot of threes and make some tough ones. Unfortunately, it came late. But in that timeout, Doc came up with an ATO where created a little bit of confusion.
看到这里，是不是以为蜜豆汤大复活，重拾过往的明星身手了呢？算是一半对，一半又不对，因为他今天攻进21分，包含决胜节的重要外线，帮助球队拉开到8分领先。两队在这之后的分差也不曾低于8分，但是 Middleton 本季打打停停，各项数据也不如以往亮眼。公路要赢球，还得仰赖其他人轮流分担关键要角。Obviously, I know my role in this team. My team is, you know, is to be the defender and.Come in and try to make plays and you know, spot up, but obviously when you got a player like Dame out, you know, it's kind of hard to kind of give you that 30, but you know, I can give you a 30 another way. I can get 18, I can get 5 downs, I can get a couple extra possessions, I can get a block, a steal. Next thing you know, it's 27, 28, 9 points, you know? Big basket, you know, proud of Malik, struggled shooting the ball, drove one, made a shot, you know, saw the ball go in,and then he makes a three, you know. So both of those guys make big shots for us. Yeah, they had to, and it's tough because Dame is a point guard. So you take the ball out of his hands, you put it in Giannis' hands, you put it in Pat Beverly's hands, Pat Connaughton, to run your offense, Chris Middleton.帮大家科普一下，本季公路在小李缺阵的时候，赛前的战绩是凄凄惨惨的0-5，一胜难求。今天不只有天空妹拿下18分，是转战公路的单场最高得分。Brook Lopez、Malik Beasley 还有 Bobby Portis 也都有双位数得分的支援。加上球队一哥 Giannis Antetokounmpo 猛轰36分、16篮板、8助攻，公路能否在季后赛前调整到位，扛起两大核心的负担，是值得球迷们关注的课题。魔术跟灰熊的比赛，Joe Ingles 在第一节投进3颗的三分球，也帮助魔术取得20分领先。好，接下来魔术也没有白白浪费掉领先，靠着全队7个人得分上双的均衡火力，最后118-88主场大胜过关。奥兰多魔术主场迎战曼菲斯灰熊，迪士尼军团首节就火力全开，杰伦萨外线毫不犹豫就是记三分球，接着换Joe Ingles在外围开火，而且一颗还不够，他一次来3颗。Ingles首节外线3投3中，轰下11分，加上灰熊这边第一节命中率不佳，仅有21%，让魔术会有20分的领先优势。进入次节，镜头依旧在奥兰多这边。Cole Anthony 抓下篮板后，长传给到 Franz Wagner， 踩了个欧洲步，轻松放进2分。虽然回过头 ，Gigi Jackson 用一记三分球还以颜色，但迪士尼军团也马上给予回应。靠着出色的团队配合，让 Wendell Carter Jr. 在篮下轻松灌篮得分。再来还有 Paolo Banchero 在外围放冷箭，他在上半场就11分、7篮板、4助攻，外加4火锅的全能表现，帮助魔术持续扩大领先，58-34进入下半场。双方一篮后，奥兰多大军是越打越起劲。这颗超节后的快攻让跑在前面的 Wagner 上篮放进2分，然后又是一次快攻，这次换给到在底角的 Jalen Suggs 3分球红心过网，全场他有15分进账，而且看看他还有时间跳舞，就知道魔术打得有多轻松。迪士尼军团在这场以50%命中率投进22记外线，加上团队上场13人，也通通都有得分记录，其中还有7人得分上双，最大分差更是一度来到了43分之多，是让他们一路压着灰熊打。重伤魔术就靠着团队全员出色发挥，以118-88主场轻松拿下胜利。
好，鹈鹕跟塞尔提克的比赛呢，绿衫军在第一节九分落后，不过第二节他们加强防守，顺利反超。没错，塞尔提克让鹈鹕在第三节完全宕机，搭配 Tatum 23分九篮板的准双十演出，最后绿衫军104-92终止二连败。西区低调的鹈鹕目前在分区坐五望四，有机会追上快艇，但也有可能被独行侠超越。所以这场面对塞尔迪克的比赛马虎不得，开赛就展现了旺盛火力，特别是Zion Williamson首节6投5中就贡献12分，胖虎这场球缴出25分9篮板。而在 Brandon Ingram 缺阵的情况下 ，CJ McCollum 也承担更多责任。首节还有6分20秒时，出乎众人意料的大鹏展翅暴扣，让现场为之沸腾。McCollum 第一节也拿到12分，和 Williamson 联手带领鹈鹕取得37-28的领先。但是绿衫军到底还是联盟无悬念的龙头，而且今年还不曾3连败过。果然到了第二节，立刻展现出了铁血防守，让鹈鹕命中率雪崩下滑。而进攻端，绿衫军也是多点开花。Tatum 上半场尾声又是3分又是灌篮，随后 Derrick Wright 还投进了一颗压哨3分球。塞迪克打完前两节，反而取得59-57的反超。进入到第三节，鹈鹕更是兵败如山倒，单节只有23投4中，1成74的命中率。仅仅攻下11分，也让绿衫军把领先优势持续扩大。而 Jaren Brown 和 Kristaps Porzingis 也加入了进攻行列。JB 全场拿下17分7篮板6助攻 ，Porzingis 则是19分10篮板4火锅。同一节 ，Jason Tatum 的3分球让塞迪克取得79-68的领先。比赛接下来也都保持在双位数差距，绿衫军最多领先来到22分。Tatum 本场比赛拿下全队最高的23分。第四节鹈鹕无力反扑，中场塞迪克就是104-92赢球，取得跨季对战鹈鹕的6连胜，赛季第58胜到手，有望挑战队史第14个单季60胜的赛季。未来体育台综合报道。If you've watched Boston pla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have done... And the last matchup, the Pels, Z on the run. Into Porzingis and going to the line. So speaking of staying in, jump stop right here, the jump stop right there, the pivot, and then finish with the offhand. It's going to be a severe pass. It's off the knee of Tatum. Z on the run. Yes! When you allow your defense... Feel your offense. This is what the New Orleans Pelicans are posing as like a free safety now. CJ on the run. Wizzy sharing it. And he curls it home again. Basketball. The game along with Zion. Larry stays on the floor along with Dyson Daniels. Z right around Horford. Off the window. And I love that play. Hauser's wide open. And he's only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Not defense. 90% of his shots are threes. CJ against Richard. Z now. And here comes the double. Got away from it. 2 points looking for Boston. Came after play. And Z all the way to the cup and got the contact. Makes it a 20-point game with 8:27 to play. Swing the ball and Willie told Zion to stay right there.好，看完这样的好球之后，讨论一下这场赢球的塞尔提克最大的关键就是防守。没错，他们在第三节完全封锁大嘴鸟，让他们在第三节单节只有11分进账。另外，也要特别讨论绿衫军的团队火力是受到球评的大力称赞。背靠背遭到老鹰击退，二连败的塞尔提克终于找回属于联盟龙头的身手。这一战面对鹈鹕，第三节高压防守，让大嘴鸟在这一节24投只有4中，攻下11分，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关键。最后绿衫军104-92轻松赢球，也终止近期的连败低潮。其中更值得一提的就是 Jalen Brown。在第三节，针对 Zion Williamson 的防守，让怪物状元在单节5次出手，通通都没有命中。Whatever the team needs, you know, I feel like, you know, that's something that my team relies on me to do now. So I take it with the honor and the responsibility. Like, you know, that was my matchup, and I wanted to make sure we made it tough on them. And, you know, I think we did.
除了防守做到位之外，当然还有塞尔提克全员皆兵的恐怖火力。刚刚提到的 Brown 这一战其实只拿到了17分 ，Jason Tatum 拿到23分，其实也不算太突出。但先发五虎的表现可说是各有千秋。第三号球星 Kristaps Porzingis 交出19分、10篮板的双核数据。另外，球评也特别点出 Drew Holiday 跟 Derrick White 双后卫的表现功不可没。This team truly had guys was first option.Drew Holiday in college, and then when he played for Philly in New Orleans was a first option. Derrick White at times was becoming a first option. We know the other three, Porzingis, so I like the sacrifice that they're saying. They're not really looking at their numbers because a game like this, it was like, okay, everybody talks about the Hawks. Let's go in there and get a win. A win, one of those wins where we don't have to go out there and get 31 person. We're going to spread around. We're going to find the mismatches. That's what they did. I think it's taking it every game at a time. And doing our best not to disrespect our opponents. These are great players, and we are in the NBA. So even though we feel like we might have a team who might not be making the playoffs, we can't really slack mentally thinking like, all right, well, they might not come out and play today. I think that helps us lead into the playoffs, having that toughness, that mental toughness to be able to respond and beat anybody if it's,这一战塞尔提克赢球之后，抢下赛季第58场胜利，超越上个赛季的表现，是队史15年来的最佳成绩。也确定是东区第一种子的情况之下，除了要挑战队史第一次单季60胜之外，也要朝着联盟龙头的目标迈进，全力捍卫全季后赛的主场优势。Collision with Brandon Clark. Here's the steal by Anthony Black. Up high and finishing that one. It's going to be a severe tag. It's off the knee of Tatum. Is he on the run? Yes! The floor. When you allow your defense to fuel your offense, this is what the New Orleans Pelicans are.3/10 of a second on the shot clock. Anyway, for the lead of the half, Derrick White's got it. There's nobody guarding him. 8-1 run for the Celtics to go to the locker room. Out shooting the Pels now, 54%. Shot touches in the half court side, and it opens it up. Good things happen. What a version of themselves. Christian Jane McCullum.Giannis. Oh! Giannis. Oh! And take it coast to coast. Nice crossover to set up that dunk.精彩 NBA 就要持续锁定未来，提醒大家，我们在4月1号礼拜一的早上7点会带来雷霆跟尼克的比赛，记得要看72台。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一起关心 T1 直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关心 T1 直篮猎鹰跟海神的比赛。白萨表现不错，这场比赛攻下了26分，得分甚至比同队的当家得分大将经验的20分还要高。好，海神这边有亮点是唐维杰攻下生涯新高的14分，帮助球队99-90逆转赢球，前进季后赛。T1 直篮 A-A 对决，台南台钢猎鹰主场交手高雄全家海神。前场外线火力大爆发，队史第一次打败新北中信特工的猎鹰，这场开赛是延续气势，由白萨带头猛攻，萨切小跑车引擎给他吹掠，不断撕裂对手防线，还能拉出来砍外线。第一节就14分进账，帮助猎鹰取得33-18的领先。不过海神来到第二节展开反击，库萨斯充分发挥身材优势，不断强打内线，单节砍了14分，加上团队防守加压，让猎鹰单节 field goal 只有27%。半场打完，双方缩小分差，48-41，猎鹰剩下7分的领先。而来到下半场，海神更受史考特跳出来，单节5分不算太多，但可是传出多达6次助攻，成功串联团队攻势，而且还有菜鸟唐维杰杀出。硬打来个净算加罚，超级之后快攻放进，又是 N1 得手，帮助海神打出32-21的猛攻，三节打完73-69逆转超前。决胜第四节，猎鹰试图要回领先优势，白萨连砍3记3分球，全场有26分的火力输出，金恩也有20分进账，但海神越打越顺势不给机会，唐维杰多次撕裂防线要到犯规，在罚球线上拿了不少分数，全场14分进账是生涯新高。至于库萨斯也有24分的稳定贡献，最猛的则是史考特，大号3分球痛击猎鹰士气，他在第四节有8分进账，全场缴出21分、14助攻、5超截的亮眼成绩单，能投能传，帮助海神99-92抢下逆转胜，同时也确定抢下了季后赛门票。我来体育台周卫生林志如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到我们的羽球一姐戴资颖跟长期的合作伙伴娘家保健生技举办了力挺摘金活动，也祝福小戴可以成功在巴黎奥运拿下金牌。好，不过小戴最近膝盖有点受伤，也透露大概恢复50%左右，还好今天出席活动心情很不错，一起来看看。预祝小戴国际成功。在姐姐戴静杰带头喊话之下，跟台湾羽球一姐戴资颖合作多年的娘家保健生技是跟小戴一起喊出了要在巴黎奥运夺冠摘金的目标，同时还献上小球员们的祝福，并推出限量奥运礼盒以及抽奖活动，要球迷们用行动力挺小戴。而目前世界排名占据第3的戴资颖，前阵子在全英公开赛受到膝盖伤势影响，以4强坐收，无缘拿下生涯第4冠。返台之后便一直在治疗伤势，目前大概只恢复到50%左右。医生其实没有告诉我说我就是太仔细的状况，因为我可能也听不太懂。对，那个有点，但我的防护员知道，可是现在就是可能他比较需要就是一些时间休息。对，因为我从回来其实到现在都还算在复原当中。对对对对啊，现在就是看下个礼拜可不可以就是进入一下就是有一点强度的训练，因为要比赛了。这回答果然是很有小戴的风格，看看戴姐在旁边都忍不住笑啦。而小戴接下来要参加的便是4月9号要在中国宁波登场的亚洲羽球锦标赛。今年赛季打完就要退役的他，也将是他生涯最后一次登上亚锦赛舞台。理论上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感触。嗯，我是说应该啦。大家得到的答案应该也都是一样。就是现在其实我算是在准备，就是冲刺巴黎奥运的阶段，所以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对，我还是都专注在场上。好吧，那谈到最重要的巴黎奥运，过往参加大型国际赛事运动会都对大会吉祥物相当有兴趣的小戴，对于这届巴黎奥运那让人有点看不懂的吉祥物有什么想法呢？你说那个三角星，我目前一直看到，但还没有下手。可能我到时候去选手村里面的时候，会有其他，比如说有羽球项目的吊饰还是什么的，我可能就会买了。哎呦，也笑得太可爱了吧！加上高超的球技，难怪球迷会遍布世界各地。就祝福戴资颖能尽快恢复健康，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巴黎奥运，摘下那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我来体育台丁义林志如采访报道。
感谢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